升天堂，我不要下地狱啊！因为泰鲁格族有所谓的天堂跟地狱。如果说，像我刚刚讲的，我们不能够异族通婚，结婚还有条件哦，要九代以上的距离才能够成婚。结果我在29岁的时候，我走遍了我们泰鲁格族的部落，150公里哦，35个部落，居然没有任何一个女孩子可以嫁给我。结果后来我就回到家里，就跟妈妈诉苦了。妈，完蛋了，我娶不到老婆了。我妈妈只有叹了一口气，哎呀，这要怪你那个外曾祖父，真讨厌，给我娶9个老婆，外面啥都全部都自己人。结果还好，我妈妈补了一句话，儿子你不要难过，等你奶奶走了，随便你了。
要有喜，所以两个一结婚之后马上有喜。结果呢，我就取了他们两，其中一个字，其中一个音哈，一个忧，一个是那个马鞍的上，所以我这个农园叫上忧农园，对，看到没有？欢迎光临上忧农园，就这样子来的，马上有喜，难怪生了那么多小孩。走呀走的去瞻仰仪容，我的同事说，不用，不会吧，你老爸的脸蛋怎么那么漂亮那么白呢？我说废话，他吸了我妈妈20年的奶，结果后来大家全部笑成一团。我本来不吃辣椒，我也不喝酒，所以人家讲多用啊，你这是假的原住民啊。啊，这个好漂亮。原路回头，哈哈哈。我要拍照，每一个人都要入镜。Say hello， 哈哈哈。上面有个平台啊，往上攻。公道有一个比较宽阔的地方，在那边等我解说。这个很轻松的行程。哎，那个带小朋友的有没有上来？哦，没有上来呀。啊，光隧道就过不了了。哎，现在蚊子多。是啊。我其实蚊子也喜欢我。对，因为待会儿一下去我就没办法解说了，下面那个负离子多到不可以啊，那个吸收分多金负离子非常棒的。好，再往上啊，后面还有人哦。哦，还有啊，还没有完全出现。盐夫墓啊，没有错。好，上来上来，我们还要到下边去。讲话声音你们会听不到了。我们下去啊，一机泡个15分钟的冷泉。待会要沿路回来，所以呢，你只要泡过瘾的，你可以先沿路回来，但是注意安全。啊，这个是片麻盐，这个叫片麻盐叶盐哈。我们这边很多片麻盐叶盐，只要你到北推谷口，可能会捡到铜矿。但是那个铜哈，这边没有木瓜石，这边的石头大概就是铜，带点铜矿的，但是大理石一堆了。前面好好深呼吸哦。
好漂亮啊！好啊，当然可以。真的很会拍，真的很美。我拍照16年了。难怪，超级漂亮。差一点点，差一点点，这个没有理。啊，酒店小姐的，会放的。啊，你们的 FB 是什么？
穷到你帮我跟这个实在是太离谱了吧，穷的只剩下钱。我有摄影，来来来，进来，没关系，来一二，好啊，赞。来，进去，全部进去。穷的只剩下钱，啊。啊，大家一起讲，我们现在穷的只剩下钱，一二三。悲盈盈啊，临悲五级了。哈哈，超级厉害，没有关系，反正都来过了嘛。耶、yeah, ，好，谢谢。日本人说都用你们德鲁古太坏了，顺便把你的割掉。来，合照。你的民宿好不好？好啊。那个帮我照一下。来，合照。拜拜，拜拜。